哎，这个是这样。它是扎你的这边是这个。哎，还有这边这个。不是，这个是我听到的时候我出来劝他，我要拉开他朋友，他朋友就可能喝酒之后还是干嘛，然后往我这边打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还有这个。对，还有这个，这边。我想说先把他拉开，他就他朋友觉得我压住他，你知道吗？打到你眼睛这个了。因为三日上午8:10，本局获报在花莲市上支路附近有民众在破坏车辆，巡逻员警迅速赶往，经查为无姓的民众等两人，酒后搭乘计程车返家时，下车后竟然用脚踢踹路旁的自小客车，那车主发现之后出面制止，无嫌竟然徒手殴打刘姓车主。造成这个车主左眼来受伤，由于吴贤等人泥醉情绪不稳，且左手臂有不明的伤口，本局先将吴贤强制送医治疗，前案会依照伤害毁损跟妨碍公务等罪嫌来调查侦办。